在美国宇航局位于马里兰州劳雷尔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，研究人员、工作人员和访客为新地平线号太空探测器倒数计秒和欢呼。新地平线以50000公里的时速飞到离冥王星12500公里以内的距离，拍摄这颗冰冷天体的照片并收集数据。这次近距离相遇使历时9年、行程50亿公里的太阳系之旅达到高潮。新地平线在2006年1月升空，奔向冥王星。同年8月，天文学界把冥王星从行星降格为矮行星。美国之音电视报道由易林播报。